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J Erin。好，请你们拿出这一本青色的笔画，写着笔画的这一本书。然后我们来翻开最后一页，最后一页24页哦，小朋友。好，我们先来读一下它的题目：把缺少的笔画写出来。OK， 我们要把这些字的笔，他们缺少什么笔画，我们要把它填正确的笔画进去里面。OK， 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我们先来读先。OK， 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我们先读先。横，横，竖，竖，点，点，撇，撇，捺。那提提横折横折竖钩竖钩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题。 OK， 第一题我们先写它的字出来先。撇那 OK， 人人啊，这个是一个人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人缺少什么笔画？对，他缺少一个什么笔画？对，是捺。捺，我们把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找出捺出来。OK， 这个是捺。OK， 圈一下捺啊，然后把它写下来。捺，从上面写下去。OK， 它有一点弯弯的，小朋友。好，写完过后呢，把它割掉。OK， 写完了一定要割掉。好，我们来读一次，人，人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什么？是一座山，山。OK， 老师示范给你们看怎么写山先哦。先写竖先，然后竖折。竖 ，OK， 这个是山的字。OK， 我们来看这个山的字少什么笔画呢？啊，它少一个长长的竖。OK， 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找出它的答案出来，找出它的笔画。OK， 是横吗？不是，答案是对竖。我们把这个竖呢写下来。OK， 这个竖呢比较长。这个竖比较长，然后这个左右边的这个竖会比较短。 OK， 它比较长的三三。好， okay， 我们写完竖了过后对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竖的笔画割掉，已经写过的把它割掉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啊，这个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口，口是用来吃东西还有说话的。 OK， 我们来看这个怎么写哦。竖横折横。 OK， 口，我们来看这个口的字缺少什么笔画，来看一看缺少什么笔画。对，它缺少横折。 OK，横折，我们把这个横折，这个横折写下来，写在这里。OK， 来，我们一起写横折。OK， 横折写完了过后呢，我们要把它割掉。OK， 写完了要把它割掉。好，我们读一次，口，口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一个，手，手。 OK， 我们先来写一下先哦。手怎么写？撇短横长横竖钩。 OK， 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手的字缺少什么笔画啊，它缺少一个长横。好，我们在这个上面的笔画这里写出来，
横在哪里？横在第一个，看到吗？横。OK， 我们把这个横写下来这里。这个横比较长，看到吗？它比较长的，这个比较短。我们现在写的是比较长的横。OK， 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先读一下。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横的字呢割掉。啊，因为已经写完了，一定要把它割掉。好，我们读一下哦，小朋友，手。手，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什么？是一个头，头。OK， 好，我们来一起写先。点，点，红，撇，点。OK，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头缺少什么笔画？对，它缺少一个点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在这个上面找它的笔画出来。啊，你看到一个小小个的这个点，这个是它的答案。我们把它写在头这里。OK， 点，看到吗？这个点呢是没有碰到这个撇这里的啊，它只是它分开一点点的，看到吗？嗯，好，写完过后。我们要把这个点割掉，割掉了过后，我们读一下哦，小朋友，头，头 ，OK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冰，冰，这是一个冰块，冰。好，我们先写一下哦，点，提，竖，勾，横。撇，撇，捺 ，OK， 冰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冰的字缺少什么笔画？对，它缺少一个提。好，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找出提这个字出来，看到吗？提，提上去，然后我们把它写在冰这里 ，OK， 把它写在这里，提上去。提上去哦，从下面提上去。OK， 好，写完过后呢，我们来割掉这个字。OK， 割掉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来读一下，冰，冰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个小男生的他的牙，啊，牙。OK， 我们来写一下牙。横、竖、折、竖、勾、撇下来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牙的字缺少什么笔画？缺少一个撇。OK， 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找出撇出来。啊，在这里撇下来，我们要把这个字呢写在。牙这个词语 ，OK， 它缺少这个笔画，我们把它写下去，撇下来，啊，看到吗？是撇下去的。好，把它记得写了过后，记得要把它割掉这个答案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一个，我们先读先，要看下一个时候，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字牙。牙 ，OK， 来看下一个，这个下一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水，喝水的水。OK， 我们先来写一下子，竖、勾、横、撇、撇、捺。OK， 水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水缺少什么笔画？看到中间它缺少什么东西呢？缺少什么笔画？是竖钩。OK， 我们来看这个上面呢，我们找一下它的竖钩在哪里。OK， 在这里。OK， 我们把它写下来，在中间这里写竖
钩 ，OK， 这个竖钩呢，它是粘在这里的 ，OK， 这个两个是分开的，好吗？水 ，OK， 写完竖钩，我们要来割掉它的字，割掉它的字，然后我们现在来一起读全部一下，已经做完了，我们来读一下哦，人，人。三，三，口，口，手，手，头，头，冰，冰，牙，牙，水，水 ，OK， 今天我们就。我们的功课就到这里为止，记得要重复看这个 video， 再见，拜拜。